Hello， 各位，开卧开卧了，卧卧卧卧卧卧，来了来了，高速的高速的，来了来了来了，开始喽！光荣模组感觉很难捏丑 ，Challenge accepted， 马上捏成肌肉章鱼哥，眉毛让左右对称，不用吧？帅，太帅了。没办法变成兽人吗？好可惜的耶！我先换一下头发，真的有料哎！玩这就玩很久了吧？真的没有不搭的哎，百搭之人呢，帅呆了！粉黛，脸是否涂 ？Yeah，Yes， 太赞了！原来可以这样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傻眼了，这个就搞那么久，我这样子快了，快了，快了！大家等我一下。高速的，高速的，设定完毕 ，OK。搞了半小时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代表我尊重。睡。想必圣红色眼睛好可怕。气氛如此异样。哇哦，我死了。伊伯特的。哦。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。哎呦，死了。他被疯狂殴打，他被疯狂殴打哎！啊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，对不起啦！啊！不行，再杀一次，还差不多。包抽血盒，我介绍一下帽 T 啊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这个不贩售这个限量款哦，好不好？给你啦。总之就是他们跟这个 Wifison 资本主义啊合作的联名服饰，报仇雪恨的落肩印花帽 T， 它是非卖品，要送给最有缘的卧龙英雄。即日起到3月16号，你就有按赞还有追踪这个台湾光荣特库模的粉丝团，然后在留言处贴上游玩本作品，然后你在游戏中的拍照模式拍一下你眼中的三国乱世美景，然后再写下照片主题名称与游玩平台，然后就可以投在这一篇里面投稿了，好吗？已经有一些人分享了，那大家如果想要这个帽 T 的话，就可以去这样哦。拍照模式这样拍真的很漂亮，诗情画意，诗情画意 ，very good， 好不好？再来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双向联动，这是这个永劫无间纳拉卡跟卧龙联动了。然后永劫无间的这个宁红叶跟纪沧海今后也会加入卧龙 DLC 的阵营之中哈，请大家敬请期待，好没？啊，如果喜欢这个有想要玩的，有官网可以去观赏一下、了解一下，也可以再看我玩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我介绍就到这边，差点忘记做这件事情，捏脸捏到忘我。好，我知道，直接跳过火焰吧，我懂，我熟的。嗨，太聪明了！哎呦呀！哎呦，哎呦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啊 ！Shit man， 制作牙旗哦，牙旗来了。粉红旗时间，变更旗号，哇！仁义礼智信啊，有汪吗？只有王，好可怜哦。应该是没有汪吧？一定很多人选这个。干，唔秋，唔喜秋秋，牛啊！欸、其实蛮多可以选的、欸。毒，哎、欸，毒里面好，毒好帅啊，毒好了。不怕 ，Let's go。尔等可是朝廷之人，张良。胆敢忤逆皇天之徒，休想活着离开。帅。
看我的吧！世间竟有此等高手！他要出啥？我乃是人工将军，大贤良师张角之弟。他魔化了。绝不能辜负兄长对我的信任。哇！魔张良。哇！啊！蒙眼少年。哦，帅帅帅帅！感觉你不常用 R1 加正方形连段。对啊，我不知道那有什么好处啊，我也不知道那扣什么。我跟你讲，我现在已经算不错了，妈的，什么都会用。我以前玩这个的，只按一颗钮的。看来有武将要来了，哇，帅！给我让开！屁啦，有够强哎！哇靠！是赵云！是赵云！快跑啊！方才真的非常失礼，可是义勇兵。既然如此，可否请阁下助在下一臂之力？哦，拜托，岂止义勇兵，我是超强的吧？也、欸、很帅耶，其实，而且我觉得其实配中文很爽。哎靠！准备交给在下。啊！我以为是赵云。哎，哇塞，狗身上带两件装备，好狗命！看来只有我等独自应战了。谁啊？哇哇！黄金贼！眼前之敌并非等闲之辈。哇！切不可大意。Nice monkey。我操！我刚好体干。好，前往战场。他怎么还没走啊？赵云，不是说死了就会离开了吗？我觉得操作有一点延迟，我改个东西哦。哎，为什么？又不是你被踢。看，不要再踢他了啦！这奥运好烦，这是官方赵云就是故意搞的啊！终于，原来可以这样玩，原来可以这么流畅，我错了，应该找一点切解析度的。哦，这个是大绝神兽共鸣哦，不用，我的神兽就是不延迟啊，先到这啦，大家晚安啦，拜拜。